听说你已经停更好几个月了，是因为现在抖音很难做吗？现在这抖音是真难干，涨点粉比生孩子都慢。你看那拍视频的人简直是五花八门，有唱歌的、唱戏的、表演魔术杂技的，有开车的、拉货的，两口子分开单过的，有单身的、守寡的，一个男人娶俩的，卖浪的、干仗的，剧本电商全上的。当今这网络太奇怪，难以分清好与坏，穿戴整齐没人看，露腰露腿全点赞，帅哥美女迷人眼，想要出名得不要脸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你会嫁给一个有别墅、有豪车、60岁以上的男人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看不上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你知道当今社会的九大狠人吗？一，晚上说睡觉就睡觉的人；二，闹钟一响就起床的人；三，上厕所不带手机的人；四，手机磨碎了不换的人；五，拍照不用美颜的人；六，拿了快递不拆的人；七，发了工资不花的人；八，有人请吃饭不去的人；九，看完视频不点赞的人。哎呦我的妈！